大家好，我是大野猪。官方刚发布了 3.0 上半期的内容，野猪我马上进行了整理，接着请大家一起看一下。先祝大家在新的卡池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和武器，一键三连为他们积攒欧气吧。首先是提纳里和宗尼的卡池，开启时间是8月24号持续到9月9号。武器池不建议零氪月卡玩家抽取，提纳里和科莱会在 3.1 版本进入常驻。接着是送科莱的活动雕琢童心，开启时间 3.0 整个版本，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可以获得科莱，参与条件也不是太难，新人朋友们应该都是可以拿到的。接着向配置不好的朋友介绍一下，网易云游戏 60N 小包体就能畅玩原神，不占内存，不会发热，低配手机玩原神必备。参加夏日派对最后一场欧皇大奖等你来拿，大小月卡时长周边等还送角色抽卡基金助你出金。然后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密宝迷踪送小仙灵活动，开启时间9月2号到9月19号，参与条件冒险等级大于等于20级，这个时间刚好包含了国庆节，所以每位防沉迷同学都是可以拿到的。新活动异神的论证，开启时间9月8号到9月26号，参与条件也是大于等于20级，这些活动对于新人朋友来说都是可以参加的，而且只要是打怪的活动都是有试玩角色的，所以新人朋友拿到满奖励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是提纳里的传说活动将在 3.0 版本后永久开放，还有魔神主线任务第三章第一幕和第二幕 3.0 后永久开启，需要冒险等级大于等于35级，祭行也是 3.0 更新后开放，同时祭行所需的每级经验调整为900。然后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原神定制版可莉耳机又有货了，8月25号零点上架，就是这个。同时 3.0 预下载功能已经开启了，移动端点左下角预下载， PC 端点这个黄色的预下载。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凑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关注野猪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福利还有各种资讯。